Hello， 我是大叔，我今天要介绍一位从英雄联盟 S3 到 S6 玩 AD 最高钻石 S7 后玩塔隆到 S12 都精英的玩家。他因为看到塔隆 S7 重做后想说玩看看，就玩到现在了，曾是 S4 精英第一， S11 精英第四， S12 精英第二， S12 韩服宗师。 S13 单双使用塔隆444场 58% 胜率，韩服金牌只花不到5天的时间，以57场 72% 的高胜率达到大师排位，最高曾达到韩服宗师573分的塔隆 TOR。使用的符文，最喜欢的符文：先发制人、魔法灵靴、小兵驱使器、银河世界、防卫披风、绝对专注。打斗是核坦克、征服者、凯旋、传奇韧性、背水一战、魔法灵靴、小兵驱使器。小符文都是双色性物防或魔方。三次技能点蓝闪现或传送闪现。技能点法主 W 副 Q， 创顺序骑手装常见加回复药水、前行者之爪、盗梦鬼刀、夜色原界、席利达咒怨。直接选择 CD 血 ，CD 多可换水星。关键小基本连招 WQRA。W 闪改变爪子方向，往后丢 W 敌人看不到。这集补充一下，我从这边翻出来之前，对面 AD 是看不到我丢 W 的，他只看得到我翻出来直接闪现爪刀开啊，所以这个也可以藏你的 W。蛮实用的。探照果实的细节，这时候探照果实照到我了，假装往后面走，等探照果实消失。这时候看到我的打野在我附近，直接入侵对方野区。这边也是顺利的抓到 GP， 看我的金钱560，打完直接变1089，这就是先攻在中期的厉害之处。以上只是部分教学，有兴趣请看两部影片让你学会塔隆，分为上集和下集，有非常详尽的解说，想学塔隆的必须看。当然他有Twitch可以追踪，也别忘了订阅优质频道。接下来我们马上观赏台服精英第一塔隆 TOR 的精彩操作。I love the way you're slowly getting close to me.